第九题，假石墨以食盐、丙、氯化氢、丁、硫酸铜、戊、铁、己、碳酸钙，上述物质何者为电解质？老师上课说电解质三字经，化合物溶于水，水溶易可导电，那么如果它不是化合物，它就不是电解质，所以我们的假石墨，我们的戊、铁都不是电解质，要溶于水，不溶于水的不是电解质，碳酸钙不溶于水，所以不是电解质。老师还要同学背两个溶于水但是不导电的，我们的蔗糖跟酒精，它们也不是电解质，剩下的乙、丙、丁都是。所以我们的第九题问上述物质何者为电解质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、丙、丁。